的吗？好像不是呢，他是直走啊。他没有向右转，他不是讲向右转。没有，他也是直走。他们是自己没有会开导航的，他不一定比较快啊。啊、哦。他说骑最快的道路，但是不一定比较顺。啊、哦。他们在地的人在走的。地人走的比较顺的。嗯，不一定比较快，也比较顺。这慈济到了啊！啊，这个慈济到了。前面的医院，慈济医院，对面是那个学校，还有旁边也是学校。慈济旁边这边啊，哦、啊，对啊，刚才那边右转右路了哈、哦，谁叫你右转的、啊？那你是设定要去的那个地方吗？对、啊。哦，那刚刚要叫你右转，就从那边进去才走过来哈、哦，过来这边的。他、啊、说在地的人不是这样子走。跟导航走的不一样，他们记得顺就好。哎、欸，每次记得顺就好了，干嘛一定要跟导航、欸？知道在哪里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大哈、哦，体育馆。花莲体育馆。花莲体育高中。餐厅在这边哦，这么偏僻哦。偏僻。
啊，吉安乡哦，这里哦，不是在市区里面。这路或者记这路，记住咯。学校哎，什么学校？看我，到了，哦，到这边这边啊，没有，新鲜活力哦，早餐哎，隔壁啊，是隔壁，啊，停哪里？前面啊，跟着他，跟他去停啊，啊，跟他去停。刚怎么不直直走，走到那边那条过来就好，绕了大圈过来。啊，在这里，这人路吧。啊，好，这里啊，路边，哎，他停车场，进去停车场。金鱼拉面停车场。哦，京都。金鱼拉面。金鱼拉面。意啊，哦，建议拉面停车场。那你停这里啊？里面一点。对，里面不要出口，马上就出来。对，一样啊，倒退路啊，可以啊，这里也可以啊，倒退路。停这里可以，停里面呢？啊？这里不是也可以吗？哦，我都已经准备要倒退了。那比较不会晒太阳。都差不多。没有，差很多。那里面可以不晒太阳。哦。车子不会很热啊，直接停进去。这里也可以啊，这里也可以啊，这里也可以。哦。直接进去就好了，不要退了。对啊，这不用晒太阳，等一下不会很热啊。对啊，这样不会很热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个是树叶，没关系啊。到底哦。到了，可以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可以了啦，你不要太里面了。建国二路、明一路、这个是明一二街哦。
这里是吉安乡哦。是吉安乡啊。哦。不要车马上，你就直走去就。直走就通到慈溪线了、哦。就海边上去。这条直走，这条。对对。就可以通到海边去了。好。你要走海边是不是？对。你要吃米，叫什么冻啊？是冻啊？什么冻啊？有这冻饭啊，因为食饭就食这啊面有，这是拉面，啊无就乌龙面、锅烧面，食饭好，食饭哈，嘿，也是板烧嘛有啦，铁板板烧，没啦，食冻饭，冻饭，老人食冻饭就来跟伊，烧肉冻好无？也是，这什么冻？是三种而已、喔、对啊，这也是哦、喔、对对对，这也是这不是这啦，这个这个就是、喔、牛冻、啊、我没有吃牛肉，没有咖喱的饭，这个啊肾冻是什么？猪排，肾冻是什么？然后鸡肉，肾冻就是猪排冻，哦猪排，哦我这猪排冻，猪排冻就是炸的、喔、没有剩一片，没有剩一片那种哦、喔、没有没有哈、喔、烧肉冻的是猪肉、五花肉、五花肉片啊，烧肉啊，烧肉的，烧肉不爱炸的，炸的夏天吃炸比较不适合。还有几猪肉，还有什么？泡饭，还有什么？你为什么卷啊？什么卷啊？要不要？菜。啊，这冬瓜护汤对吧？哎，有。我得喝啊，冬瓜护汤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，就一锅的那个，嗯。哦，煮物件是头壳咧煮的吼。哎、欸，行山线呀，海线。海线好啦。拄好讲的，会知龙啊，嘿。就到夜市啦。啊，没有大门店，顺着路为什么？好。这边好像有来过。以前来过。好像有来过。来过来一半间，我嘛袂记哩啦，嘛是袂记哩，嘛可能。对啊，每天去吃拉面。哦，这个价位可以。每礼拜都吃拉面呢。这个价位可以。还是口味可以。口味还行。它是有稍微。你来吃过吗？啊？不在，你来吃过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医院这一整片都后面都有经过，都是吼。好。这边哦，拢是哦，规个拢是哦，哦。实体商圈啊。
所以遮出入人也真多啦吼，有学校拢嘛出入人足多啊。慈济大学校门口的后边呢。伊就甲迄慈济医院拢连做伙，金色遐连做伙。土地拢相连吼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慢慢开啊，好。